我们现在上到这个坡上面来了，然后少平在下面上不来了，他斜着了，刚才在操作无人机，然后前面胖子的长城炮也上不动了呀，你再倒一点，倒一点，别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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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越跑越深了，等会儿陷车了，倒一下，倒一下。那个，你往上去，嗯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停在半山腰，你原地起步嘛？原地起步，你根本就上不去，真上不去。啊、现在胖子陷了，少平也陷了，少平陷了，陷了。哎呀，现在只有我了，我先把你拖出来一点嘛。啊，再拖一点点就行了。拖一点点，先拖一点点。现在把长城炮往后面拖一下下就可以了，陷的不深。这个一旦陷住，别使劲跑，越跑越深。我往后倒一点。其实在这个坡上是不能停的，因为刚才等少平，成功脱困，铲了一下沙子，垫了一个脱困板，我直接给倒到下面去算了。这个坡一定不能停，停了就容易陷，但这个往后倒还是有点吓人的呀。哇，我郁闷了，我倒的时候没倒正，倒斜着了，然后这边是个很大的坡，我有点虚，然后先停着了，还现在不知道怎么办。少平的车子还在那个位置，胖子的车子还出不来，我上去看一下。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我刚才尝试倒了一下，车子完全斜着了，但是其实可以直接倒下去了，但是旁边这个坡太斜了，哇，我坐在车里面就感觉车子是要翻了一样的感觉，太斜了，对，太斜了。然后现在胖子准备掉头过来，然后拿脚盘拽一下我，把我拽斜一点，加油！来了来了，他真的来了。哎，等慢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我现在用这个长城炮的脚盘把我给拽一下。车子给拽过来一点，不然这样子下去好吓人啊。嗯，斜着下去还好一点。那个，刚刚我那个倒差点也是这种。这个的脚盘还是第一次用。来，脚盘给挂上。你应该给我，应该来一段长城炮。脚盘多，爹们啊。好。好。挂上了吗？现在把这个车子拖的这个角度稍微比较安全了。胖子说他给我倒下去，我还是有点虚。其实往下开的话我敢，但是你给我看着就行，你们在外边给我看着。对，但是往后倒的话有点虚。没事，来吧，小心一点。这个角度的话还好一点。好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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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胖子，我爱你。可以，其实用力先倒倒倒倒。别在这儿，可以了。这个其实就是个胆量问题。对对，就是害怕，对，害怕，没玩过。说真的啊，开始就想到，但是我也怕，但我不敢说，我也怕翻，万一车翻了咋办？对啊，安全第一，角度其实现在我觉得没啥问题。对，其实刚才拉一下保险一点。对，拉一下它角度最起码转过来了。其实就是真的胆量。坐里边啊，一点感觉没有，就你因为你倒一点啊，你方向死这样拽着就行了。对，拽着它就相当于一直屁股往这边倒，往那边倒。其实一开始也没太大问题，但是我们是新手，对，还是害怕，有点害怕，因为它这样斜着。对对对，没问题。他这样斜着，我也怕那个万一突然。这都是前车之鉴。我也怕万一翻了就屁了。上去把东西拿着，走。好。我现在从这边给开上来了，这边稍微要平整一点了。哎呀，今天费劲啊！其实我真的坐在车里面特别吓人，车子非常的斜。先过去找一下脱坑板在哪里。刚才上这个坡哈，其实没什么问题了，就等少平，然后就停在半中央了，结果就陷了。我没有线，我拉胖子。但是刚才在这个车外面看着，其实感觉不吓人，但是在车里面的话真的感觉要翻一样。真的刨沙子太累了，休息一会儿。在沙子上走本来就累，关键是
现在还一直提着。对，一直处于紧张状态，坐着休息一会儿吧。爱你傻子。你看刚才刨出来的坑都刨成这样子了。对啊，刚才板子是刚挖出来的，都在沙子里埋着。行吧，等会儿我们直接就可以出去了，差不多已经有点晚了。你再不出去，这黑了，对，这个路就更不好看了。哎，坐着歇。这也是个大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准备回去了，铲子拿上。走吧，咱们走点难度低的行不行呢？那个，赵林，没事儿，走点难度低的回去，万一又陷了。等会儿回去安嘛，回去安。今天还是可以。对唐爹母还是非常满意的，如果不拖他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的。但是这个车子哈，那个 ESP 每次挂档啊什么它自动就打开了，有时候就忘记关了就容易陷，所以每次要记着给关掉。我们现在就准备回去了，走这条从哪走啊？你想跟着胖子走吧，从下面走，你来嘛来嘛。在沙漠里面真的不能随意停车，一停车就容易陷。我要掉到沟里面去了。那你现在啥情况？啥情况？没跟上吗？我给刷了个小锅上来的。其实没什么，干就完了。其实玩沙漠主要玩的是胆子。哦，心跳加速啊，刚才那一下。这糖的动力是没问题的，刚才冲那种坡啊，一定要给油给足，油不给不足的话就容易陷在那里。马上就到出口了，今天就玩到这里了，可以差不多了。天太马上黑了，黑了就找不到出来的路了。关门呢，现在已经回到我们这个营地这里了。哎，好好休息一下，今天太累了，等会儿还要把这个轮胎的气给打一下。哎，如果明天要玩的话可以不用打，都陆续到位了。现在我们来交流一下今天的经验哈，还可以吃点水果休息一下。问你不辣玩在干？不用，问题不大。有什么经验呢？咔咔现车没有什么经验。对，经验就是干就完了。哦，对，不用怕。其实还是别怂。但是反正注意安全，安全第一的。但是刚才拖一下是最好的。嗯，对对，保险一点。拖一下吧，主要是那个角度。摆正一点。对对对，就那个角度稍微摆一摆。其实男生冲沙，我感觉挺好，他锻炼自己的胆量，真是我感觉真挺好。对对对，